集呢，今天来到棚里呢，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在这个棚里，待会就要访问他们了。嗯，那你们就交接一下了，好不 好？谢谢 Energy， 待会儿欢迎我们的 SHE 小姐，来握手握手，谢谢。谢谢交接。掌声欢迎 SHE。我是 Selina， 我是 Hebe， 哎，这边我是 Ella， 因为想刚镜头在照你，因为这团体还蛮尴尬，就是先从中间开始问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刚好镜头在拍他，我想说要不要你先介绍？所以你们三个，你看越来越成熟，还懂得就是镜头概念，懂哦，灯亮就要看他，对，越来越重音化的就是 Hebe， 为什么你会一直讲自己说我越来越重音化？我觉得我讲话很重音，嗯，是不是被吴宗宪害的？应该不是吧？啊？我就是进入演艺圈，看就会自己就会知道说，我讲一讲就开始可能需要有一个效果，或是讲到哪里的时候要讲什么东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这样并不愿意啊。我也不好了，这样蛮好的，为什么吗？可以大家都很开心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对，你在开心什么？就是有时候听他讲笑话还蛮好笑的。Ella 还蛮傻蛮可爱的哦，因为其实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化妆室的时候，两个团体有碰面，然后其实大家本来就都是好朋友嘛，但是好像因为就是说网上误传的一些绯闻，会让彼此有些尴尬。没错，对啊。你刚从到尾有跟坤达讲话吗？没有啊，其实之前也没有讲什么话，所以就是更不敢讲话了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讲话好像尽量还是不要讲好，要不然免得又节外生枝，有的没有的又传一堆，所以我就觉得就点个头微笑，然后这样子，而且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啦，因为又不熟。哦，那两路人马在化妆室就有啊，我一直跟他讲啊，有啊，因为我就是很爱装熟那种，然后我就跑出去这样，哎，你们代言的，这你们的，哎，这裤子好看啊，我就再买一件什么之类的，对，就会跟他们聊聊天啊。所以其实有时候艺人之间，大家要相信还是有友情的啦，本来就应该要有。对，但是因为可能我们也在拍，所以你们可能会有点尴尬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当然也很怕说，就像你们讲的节外生枝，嗯，但节外生几枝也还不错啊。就如果情投意合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但就没有就没有情了。不是要讲，对不起，要讲的是比如说是可以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，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那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真的跟 Energy 里面谁比较谈得来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只有见了面机会很少，我们就见了面才说话的，要不然其实几乎平常没有什么联络。那还真也没有联络方式，真蛮瞎传就对了。对啊，好了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SHE 最新有一个精选集，对，哦，今天是来开这个编辑会议的，所以我们把打样放上来，就还没有出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没出来，都还没有出来。然后我手上拿这个书夹是预购，现在已经开始预购，然后只要预购就会送这个。哦，书夹有穿这个全集的和服，然后还有全集的。好，那 Ella， 请问你拿的那个是？我拿这是呢，就是在我们预购会的时候，就是明天后天，那我们会送这，就是你凭预购单，然后我们就会送这给你，然后这是有限量，所以你要先排队才会有。那个是那个明信片，对，卡片是硬的，那时候是明信片。现在是有点粘起来的感觉，可是到时候是很完整的一张。到时候是真的啦，对，这是开会用的啦，可以说是独家内部机密哦，给大家看。我想看一下每个人不同的表情跟那个路线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就是 Ella， 你还是蛮动感的哈。对啊，我这跳到全身汗的，相当于就是 F 四当中的 Vanessa， 这个团体当中要有一个人这样子可以手动脚动。然后呢 ，Hebe 又开始就是那种凝望啊，以及少女。哎，我也有，不要这样，我也有呢，你看我也有，你才就是。还是走自然风啊，他有弄，可是没有被挑出来，就不他不适合，不适合，大家看了会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不舒服啦，超刺激！那不是我要问那个会议的意见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 Selina， 我来看一下，哎，就是。还是就是少女，因为我真的不会这样跳来跳去，那都很失败，肢体不协调。对，不过如果要跑步的那种东西也很难，如果你要有静态跑或动态跑都不 OK， 所以我最好就是做这样子啊，这样也比较好。因为有时候真的你要跑起来跳，你自己累得半死，然后每一张都是对，有时候变有时候变形，对呀、啊。你讲的是全尸狗跑步还会这样哗哗哗亮片肉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次的精选集，其实呢是前面三张还包括了四首新歌，对，对不对？四首新歌分别是有哪些老师帮你们写的？有些是翻唱歌，翻唱歌，还有潘协庆老师有帮我们写一首。OK， 好，所以这次拍的这个 music video 这首歌叫做是 Always on Always on My Mind， 来看看。
出道还未满两年 ，S.H.E 竟要在新歌 MV 中拍摄三人搬离宿舍各奔前程的情节，难道这意味着三人未来将会单飞？我觉得公司会不会气得想叫我们单飞啊？就是其实是有一点影射，就是说，因为未来会怎么样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也许公司会做出什么决定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或许可能不是，或许可能我未来去拍戏，哎，他去当主持人，哎 ，E.B 呢要拍写真集。MV 为了拍出淡淡的感伤 ，S.H.E 三个活泼的小女子便只得不断的装忧郁，而且还得演出哭戏。当然，一向搞笑的 Hebe 哭功显然不敌经常在 MV 中掉泪的梦幻小公主 Selina。我感觉到她情绪很激动，而且听说她鼻孔不断的伸缩伸缩伸缩，怎么办？他不能，因为我还要再传授他一些哭的技巧啊。毕竟我从第一张就哭到现在，他真的超会哭。不过想当然尔，对古灵精怪的 SHE 而言，正经拍 MV 可能有些痛苦。一向都很男孩子气的 Ella， 竟在拍摄中对 Selina 性骚扰。如果还能怎样努力，我们会为彼此可惜，相爱的却不适合爱下去。你这是什么啊？亚洲热中心江一穗整理报道。你刚刚那个动作真的很像，就是虽然是这个美其名是死党，但暗恋他很久，终于逮到机会摸一下他的小脸，这样抠抠抠。而且那时候是他自己加戏，导演没有说他这样，他只说你就把他盖上棉被就好，他自己加一个什么摸一下脸，让我当场笑场。我想说加一下戏嘛，毕竟有演戏经验呐、啊。可是太好笑了，我都。为什么？那你的哭戏，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说，比如说演戏有剧情要哭还蛮容易的，对，就莫名其妙配着歌声，那个老不是老板，导演，老板哪位？来一盘水饺，这导演就突然讲了说，哎、欸，来哭一下，你就嗯，这怎么就要想办法、啊，要想一些伤心难过的事，就比如说妈妈要过世啦，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。一些很痛苦的感觉，然后跟妈妈道歉，突然想这样，哦，就是假想就对了，对，假想，你想真的很严重哎，一定要很严重，因为我这人不容易哭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到很严重的事情，我才可以哭。那 Selina 容不容易哭？我很容易，非常容易，她不用想就可以哭、啊。那你是想到什么就哭？想哭就哭，下雨就哭，想。所以我很爱哭，有时候我有时候上学啊，一早上上学，我在就是车上打一个哈欠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就是激烈的流下来，有一种水太多的现象，水太多，莫名其妙，莫名所以就可以哭。然后 Ella 呢？我会也是想家人，可是我有想一个很惨的，嗯，就是我会想说，如果我死了，然后我身边周遭，然后我连我妈妈、我爸爸，然后在我的墓碑前面这样哭的那个表情。难过我就受不了，我就会哭了。啊，还蛮难过的，怎么会想的？我也会要用这一招。而且我想要像如果我同学要好同学，然后在那边那样抱着同学说：“天哪，这样我想念你了。”然后我就可以哭了。想太多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 SHE 今天来录过年的特别节目。SHE 受邀为亚洲乐中心录制年节节目，制作单位特地把摄影棚布置得像夜市一样，让三个小女生玩得不亦乐乎。示范就是烤香肠，那怎么烤呢？就是放进去夹起来就好了。现在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样？你会的，你真的会，我很怕。哎呀，再换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如果我弄到，我们今天就马上就来烤香肠。今天帮我烤。除了捞鱼、钓虾、弹珠台等游戏之外，夜市中也少不了射气球。只不过 SHE 加上桃子强而有力又射不准的技术，可把摄影师给吓坏了。天哪，摄影师，亚洲娱乐中心李明坤、樊英君采访报道。不是，如果真的不小心射到，而且他就只生完的话，就是我们会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很想笑，很想笑、欸，对，就是不好意思又想笑，你知道吗？像我曾经看过一些报道，就是莫名其妙的死法，嗯，那
那个人的家人一定很难过，可是你看到你就很想笑。就是有一个人啊，他就是好像不知道，类似假设是在除草还干嘛，突然就死掉了。原来是天外好像就是那个下雨还是打雷啊，就一个这样射到他太阳穴，他死了。那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飞机上的那个就是尿啊，就排出来，然后经过云层变冰，冰住了，是吗？那是一种命运呢、欸。天哪，那真的是命运，那真的是命运。但你听到你不会觉得很想笑，他怎么死？他怎么死？你告诉我。是被那飞机上尿冰蛰死，是很奇怪。所以其实我想今天呢，这个因为 SHE 来，所以人生充满了很荒谬的感觉。那希望你们呢，这个新专辑顺利喽。谢谢。我在想讲 VCD。好，VCD 啊，对不起，好了，还有 VCD。我们的那个精选集里面啊，内容很丰富，还有 VCD。然后 VCD 有如一个电影一般的，有60分钟。对。然后里面收录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，像我们从出来来的一些，就是这一年来的过程，然后还有我们演唱会的片段。对，还有那个 I've Never Been To Me 一首 music video 从来都没有出现，还有教大家跳 Remember。对，哦，那还有没有那个就是橡皮艇乘风破浪？可能会有吧，我觉得一定会有那个画面。天哪，不要吧，我好难过。我曾经做过很奇怪、很可爱的造型，都会收录在 VCD， 然后也有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明天，明天下午1点半在台北西门町屈臣氏前广场，1点半呢在台中星光三月，没关系，后天。后天礼拜天1点半在台中星光三月，然后6点半在高雄的新爵江。天哪，是不要拍我！那如果任何问题呢，可以打我们的活动专线，就是02-2502-6565-2502-6565。我透过这就可以看到，直接跟摄影师说不要拍我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到那个字哦。观念伤脑筋。好啦，要这个要知道更多 SHE 的活动的话，或者是你想听他们的新歌，这个一定要去预购，然后去排队跟他们见见面。之外，我们的特别节目是初一就可以看到 SHE， 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下一代有李威。